见证如云。听信真理的道，建立信心。膝盖疼、脑梗、高血压，全都得医治。不是他不医治，是你信不信。不要接受仇敌谎言，不接受疾病。听、信、用，每个人都可以，都得胜。见证如云。15年痛风尿酸高病完全得医治，吃东西脚就肿了，每天脚痛的流泪，不能下床走路，完全好了。现在下床走路，想吃啥就吃啥，完全健康。怎么好的？这位弟兄我都不知道，他也没有找我祷告，他就天天听到。这说明任何人只要你专一专心听信真理，属天医治，烈火恩高，你必经历完全的医治。他可以，你也可以，因为他已经医治，他是公平的。在真理里，每个专一信靠的人都必得享治愈和平安，荣耀归于他。